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又翻翻去澳门街，嗱，今日王 Sir 又喺度啦，但系今集讲咩好咧？嗱，大家听到呢一集咧，应该都系大概都中秋节嘅前后啦。中秋节我哋最中意我有啲咩活动咧？咁就系点样啦？玩灯笼、食月饼、煲腊，我而家煲腊唔得啦，民超捉 Q 你啦咁。而家又讲到话，即系好似嗰啲嗰啲盂兰节啊，烧街衣捉 Q 晒啦，阿婆罚钱啦咁。系咁啊，咁除咗呢啲活动嘅话，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活动就去烧烤啦。系咁点解咧？讲呢样嘢咧，就话说啊，而家讲翻就系差唔多呢个出节目嘅差唔多成个月啦，咁样就喺呢个网路，特别系 Facebook 咧就傳咗，就係一單事件嘅，咁就係點樣呢？就係話說就係喺大潭山嘅燒烤場，即係有某一日，跟住咧有一啲嘅朋友網友咁樣走去諗住燒烤，就發覺嗰度咧有一炸爐都俾人霸曬，而且嗰點樣咧就點樣霸爐咧？就係攞個即係啲支裝水咁樣，然後就係可能一排啊咁樣，上面就扎一張紙，就寫住就叫做啊。点样啊？开唔开名啊？唔开啦，就叉叉大学嘅学生联谊会咁样摆度，唔系澳大，唔系理大，反正都系氹仔啦，都系就系、是、大潭山下面嗰间学校啦。咁然后咧就系喺度霸住十几个炉，跟住咧就网友影咗相，喂。咁鬼惡嘅，後屘就係發覺話，其實咧佢哋點有後屘有幾個人出嚟，但係幾個人咧就霸咗十幾個爐，跟然後就喺度後屘夜晚都有宵夜食啦，咁即係就擺上去咧就引起公憤。點解引起公憤呢？因為就睇到佢就話喂，首先第一樣嘢，佢用簡體字寫嘅，咁大家都話嗰個學生會大嗰個學校都大部分都係內地生啦，話啲內地生有冇搞錯啊？有冇文化嘅佢哋咁樣霸爐咁鬼咁惡嘅？我哋澳門人都係澳門人去燒烤霸爐，都係一個人，即係頂多就係話一個人八個爐，即係你如果你要霸五個爐，就擺個五個人喺度啦，你邊行三個人霸十幾個爐啫咁？冇錯，咁就引起大家嘅公憤啦。然後後屘就繼續發展落去，咁就話喂有後屘啲人繼續燒烤啦，咁亦都有嘅，可能有事主亦都就繼續燒烤，就喺度話：喂，嗰扎人後八十幾個爐，實際上咧去得幾個人啫。咁然後咧夜晚咧，喂臨就見佢哋又好鬼惡耶，食完嘢即係燒完嘢又唔執嘢，跟住嗌，然後嗌佢執嘢，又喝翻你轉頭。即係咁樣，大家就引起大家嘅公憤啦。咁繼續係可能繼續係挖墳啦，佢挖到佢話：原來佢哋幾年前都已經係。一兩年前都係用咁嘅方式喺度霸緊噶啦，咁甚至呢篇咁樣嘅係報道咧，甚至就話又傳到香，即係傳到輪浮香港啊，傳翻嚟啦，咁就係引起喂大家都喂有冇搞錯喺度？地生你咁樣喺度搞咁樣嘅話，我哋就唔通就咁樣係俾霸曬啲資源咩？咁樣就於是乎就引申起一個咁樣嘅一個大家好熱衷嘅一個咁樣討論啦，咁係啦，咁甚至就係咁呢件事亦都係燒到另一單嘢啦，咁就係呢單嘢嘅冇幾耐幾日之前咧，係咁就係澳門嘅又開唔開名啦？唔開名就學院啦，咁樣學院啦嚇，反正係即係個
名就是理科學校，但實際上呢就沒有理科，沒有工科的學校，總之不是科大啦，不是澳大啦，總之是澳門的啦。那就是就文說就是說，那就是有一篇 post 就是說，哎，又用那個是簡體字講出來的，你班這樣澳門的傻逼鄉下佬啊，是啊，你班這樣的澳門的鄉下佬 鄉下佬啊，重點啊，是啦，你自己上英文堂自己不明，然後你有沒有搞錯，聽不明，你叫個老師講解給你聽，好啦，如果老師用回英文講給你聽，那這個對啊，你有沒有理由要用叫個老師用廣東話解釋翻俾你聽啊！喂，廣東話呢啲咁嘅方言，唔文明嘅人先至要去講嘅啫。所以我咪成日都話咧，澳門家用廣東話嚟做根本就錯。係啊，我們應該講普通話。對，普通話才先好的。你仲話自己愛國愛澳喎？呸！廣東話有幾難聽啊？廣東話幾難聽？生翻先聽咯，讀書讀唔好，落後嘅地方先至講廣東話咯。粗口嘅定位係一樣啊。最重要一樣嘢啦，最重要一樣嘢啊，要不是我們內地生來，你們這個學校哪有可能成為四星大學？跟住大問題啦，其實我哋本地人咧都從來冇覺得佢係一個四星大學嚟嘅喎。要不是我们中国人过来，你们的赌场怎么可以开这么多啦？系啦，要不是我们内地生来，你们的那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怎么可以提升呢？要不是中国人在，澳门都不在了。要不是香港人在来，澳门的地产哪有那么高呢？冇啦，根本咧，我同你讲啦。香港和澳門呢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呢，即是以前呢，如果你有沒有聽過那些呢什麼蒙古帝國呢，要分很多的嘛，那麼什麼白旗兵蒙古人是第一級啦，漢人呢就排第三級的，因為呢那些什麼匈奴啊、朝鮮鮮卑那些排第二，什麼羌族那些，跟著漢人排第三。那現在港澳人呢，如果你以人來計分等級呢，我們的等級呢是仲低過那些什麼什麼自治區啊，仲低過那些呢，那些什麼藏族那些，低過那些很多的。我們直情呢是為什麼啊？因為我們級數就是不被人當為人嘛，即已經去到那個地步呢，是連適當的尊重基本的東西都沒有了。所以呢現在去到那個情況呢，是過分到那個地步啊。澳門的大學不是被澳門人讀的，澳門的大學梗係以前咧，咩人嚟讀多咧？台灣人、馬來西亞。嗱，我哋澳門咧就好興去台灣、去新加坡留學，佢哋啲人又好興嚟澳門留學嘅，跟住交換嘅。咁而家咧最興啦，就變成乜嘢啊？梗係大陸啲高尚子弟啦。咁嚟到澳門，住嘅，佢哋梗係唔住學校宿舍咁 cheap 啦，跟住住豪宅啦，係嘛？唔住嗰啲咩大潭山，又好住豪盤啦，係咪？咁跟住咧，另外喺度食喺度住，咁啊，梗係國內高尚人等啦。跟住我喺賭場玩嘅，梗係唔係澳門人啦？賭場食飯咧，澳門人邊食得起啊？一餐飯係咪啊？200多元，你邊食得起啊？翻屋企食罐頭啦，係咪？但係喂喺度嘅，梗係啲高貴嘅賭客啦。變咗咧，嗰種已經係去到咧，係比以前啊納粹黨嗰個優生學説係更上一層樓啊！而家係中國優生學。已經是去到那個地步呢，是不可理喻的。嗱，即係你好像你剛才所講啦，學生霸勞嗰單嘢，我首先我問你一個問題：以你由細到大正確常識，你做咗咁多年人，咁多年澳門人，咁多年澳門人，我問你正確的霸勞方法是點樣？你講講。正確霸勞方法咧，就係話，你要去即係你去霸勞，即係你至少你要擺一個人喺度坐喺個勞嗰度喎。係。即係你無論你係話，即係你係話係要即係。即係咩時間都好，譬如話約四點都好，喂，你可能你早一個兩個鐘頭都擺定個人喺度，即係你先，即係你當然你先到先得啦，但係都要話你動作喺度先得啦，你冇人動喺度，咁你其他唔係去用咯，因為澳門嘅燒烤爐你全部都係公共設施嚟噶嘛，佢哋唔係話係收費，你收費又話喂我擺咗佢租咗佢度，我走咗佢都話知你啦，你係大家係點樣係嗰個係自覺咁樣去。
去處理和自覺咁樣去使用噶嘛。有啲係咁樣噶嘛，一線嚟嗰個遊戲規則都係咁樣噶嘛。即係你而家你咁用咁樣嘅係一個方式咁樣去講嘅話，喂，咁你好多嘢其實你都可以咁遊戲規則都要改變啊。好簡單樣嘢，譬如話你街道泊車位。你唔通咁我即係動張紙咁喺度話叉叉叉咁樣，我今晚嚟拍，咁你成個公共資源就係為咗你而咁樣係浪費咗其他人嘅使用權咩咁？係冇理由咁樣噶嘛，係咪？我想問你，我哋細個咧，如果我哋夜晚嚇，假設你當宵夜食啦，開皮時間係六點啦，幾點要爆爐？哇！提起碼提早兩個鐘頭去。未必得添，未必得噶。你因為你熱門嘅地區，譬如話你就去黑沙海灘，喂，真係～你譬如話你下晝兩點鐘外話燒烤，朝頭早就要去噶啦。我哋以前要抽身死籌噶，抽死籌嗰啲好慘噶，大佬。不過去霸奴嗰啲咧，通常咧作為呢個先行偵察部隊咧，就唔需要帶備太多裝備，亦都可咧之後咧，因為你霸奴嘅功勞喺嗰日咧就足夠你 cover 一日噶啦。咁理論上咧，即係細個時候咧，霸奴嗰個咧，即係通常嚇夾嘅時候咧，夾錢咧又可以夾少啲。咁另外咧。到大火要搬嘢食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咧，即係卸去呢個營閘啦。咁更甚者咧，即係正常你去燒開嘢食咧，都會打波啊、踢下波噶嘛。係啦，通常咧都即係一開波唔使俾佢猜先噶啦，佢有得玩先噶啦。係啊，即係因為嗰日功勞太大啊，巴魯。因為我記得咧，以前咧，我唔記得以前好似係嗰個係咪鴨沖河咧？啊，去咪有宵夜食嘅。係啊，而家都有噶。我記得嗰陣時最誇張有一次去巴魯。真係講緊好耐啊，係要提早成五個鐘頭去霸，跟住去到嘅時候，你諗住你係最早嚟霸嗰啲，你真係有啲年輕人係有人比你更加早喺度霸噶，佢仲要咧係以前霸爐咧，人哋專業啲嗰啲，唔係一個人霸爐啊，兩個霸爐啊，第一行開行埋屙尿都有個人幫你頂啊，第二起碼有個照應啊，嗰陣時霸爐，哇！你估有咩情況咧？係抽咗死籌。之下是有人哀你要同你求你俾張死籌佢咧？點解咧？你估下，佢可能個女仔唔想搬嘢，唔想買餸。錯啦！嗰次點解個兄弟哀我求我俾張死籌佢咧？因為抽到死籌嘅另外嗰、那個都話兩個人霸六係佢女神嚟噶嘛，咁佢梗係嗱臨哀你啊！求我嚟啊，大佬，你俾張死籌我啦！咁等我一朝早同個女神兩個人去朝夕相對嗱，唔好笑，燒烤係會帶嚟姻緣嘅。佢後屘都同呢個女仔拍咗幾年拖，咁啊去到後屘雖然分咗手收場啦，咁但係都起碼有美好嘅回憶啊，係咪先？咁仲要咧？冇大家利是喎，即係講開又講，佢嗰晚咧，因為同個女仔霸咗一日路咧，大家又傾偈又成，大家都即係瞭解對方好多啦，好開心啦。咁夜晚咧，咁仲要拖個女仔係行下啦。哇！大家利是真係，即係你話以往咧，即係而家就冇咁乜嘢啊。你以前係好震撼，俾佢撞咗乜嘢？撞咗兩個男嘅喺度攬住打車輪。哇！你話呢個燒烤係咪對佢嚟講真係影響一生？我又講開又講啊，即係即係你就去燒烤啲熱門嘅地方，即係你去到可能你話，就算你霸唔到爐啊，即係你霸唔到爐，你都要喂買曬啲嘢，冇理由唔燒㗎。係，你都要可能會點啊？就好似你以前打街機去跟隊，你跟隊要擺一蚊、啊，擺一蚊，擺個一蚊蚊喺度啊！但係你燒烤唔得㗎嘛，你咪試過擺個一蚊，你個一蚊呢個好似試過俾人入鬼咗去，但係。但係講翻又講啦，即係你去燒烤，因為燒烤你又唔似話好似跟機咁樣啦。即係你去燒烤，如果人哋去，譬如個爐可能得幾個，你要去等嘅話，喂，你唔係話等搭低啲嘢喺度喎，喂，你都要揾個人坐住喺度喺度跟機嘅喎。咁就你留張紙，跟住就不過我都想講咯，而家啲人咧就真係太過純良咯。如果你俾著你唔好話嗰啲什麼爛仔孤阿仔啊，我同你兩個啊，往常我哋見到。張紙同佢燒埋啦，跟住我哋坐喺度耷喺度啦。我水都飲埋佢。你走過嚟，你同我講啊，係咪啊？你係咪同我講先？你過嚟講得㗎啦，係咪？即係睇你遇著咩人咯。咁但係的而且確咧，證明而家第一咁嘅天氣咧，就比較少人燒烤。第二咧，而家啲人都比較純良啊。真係咧，你咁樣其實澳門咧近呢幾年咧。真係少咗好多嗰啲所謂什麼飛仔爛仔啊孤阿仔啊，冇乜呢啲嘢
人真係好個社會好和諧啊，係真和諧嗰只，你覺唔覺？好似冇，即係你話除咗飲醉酒夜晚打交嗰啲咧，一般係好少話會嗰啲爭執啊嗰啲啊，即係真係真係少啲咯。你好似你以前啲咁嘅白流方式，你以前我哋細個嗰啲年代，你點得啊？好似你話齋，水都俾人飲埋啦，係咪啊？係咯，即係你會睇到喂，而家嘅處理方法，喂，你咁影張相擺上網，其實即係我唔先唔講話。佢爆和方式啱唔啱？你即係你首先第一樣嘢感覺係點樣？喂，你就係、是、其實就俾我感覺就係、是、你就係怕事啫喎。係，即係其實我一直以嚟，即係你話我哋都一個係即係我哋話係潛規則啦。係呢、這個咁樣嘅係使用方式咯。喂，你既然都我哋由來已久都有一個咁樣嘅係潛規則咁樣霸咯，咁樣去使用呢個爐咯，咁樣你點可以因為？一張紙咁樣就改變咗你，改變咗你啫。點解你自己首先一樣嘢？點解你唔企硬咗一樣嘢先咧？嗱，同埋一樣嘢㗎，佢哋國內咧，無論係學生定係賭客咧，落到嚟咧，基本上咧好多嘢其實佢哋係知道，不過佢哋係恰你咯。即係佢哋係明嗰樣嘢，其實佢就算喺翻國內，佢都行唔通㗎。你喺大陸，你擺樽水，擺張紙出嚟，第一樽水一定會俾人飲咗㗎，係啊。第二，你都一定霸唔到㗎，因為大陸係咁㗎嘛。咁你大陸嘅正如大陸，你有冇發覺其實大陸就做燒烤場，但係公家燒烤場其實唔流行噶，通常都係會俾錢入去一啲提供燒烤場嘅地方去私家地方燒烤。分分鐘你係你一個公家燒烤場，佢唔止霸咗你去使用，佢分分鐘喺度話前面佢開套集，佢淨係收費添啊！佢收你徒弟啊！跟住第二就係、是、你知唔知嗰啲係大陸嗰啲係癲到點啊？即係嗰陣時試過咧，聽佢哋講啊。在那些咁嘅冇網管的地方燒烤啊，燒下啲嘢食嗰啲咧，你喺度有人睇住都過嚟攞你啊！即係個淨你諗下個地步係冇保障冇剩啊！你澳門咪起碼你而家衰衰地燒烤，你都唔會燒下潛咗人哋隔離嗰台啲嘢食噶嘛，係嘛？即係理論上都唔會噶嘛，係咪啊？尤其是咧嗱，即係其實嗰陣時咁樣，我覺得其實好大曬嘅，好似嗰陣時即係賭協好嘅時候咧，嗰啲賭廳。又話啲廳主同埋啲夥計與眾同我一齊燒烤，跟住佢燒烤攞啲咩去燒呢？又龍蝦又帶子又剩，食唔曬咧就咁啲龍蝦帶子撇喺度喎，跟住又唔執走垃圾喎。其實咧，我覺得係好大嘥嘅，即係而家你咁即係咁嘅環境，而家當然冇呢支歌仔唱啦。但好似我嗰陣時試過咯，啲賭廳去燒烤，又帶紅酒去飲，又有乜嘢，跟住又飲唔曬咧，十幾廿支紅酒未開過，擺喺個燒烤喎，跟住走咗。即係呢啲人，我覺得係好過分咯。咁但係你而家你即係好似你話學生妹呢單嘢咁，其實我睇落更加過分。過分在乜嘢咧？過分在你仲未講埋下文，佢有張聲明㗎。你快啲講埋張聲明先啦。嗱，咁就後屘就係呢單嘢咧。喺網上就講咗幾日之後咧，就有單聲明嘅，就係嗰個學校嘅學生會啦。係跟住就出嚟咧，就喺度講話，但係多謝大家支持我呢個會啊，咁樣我哋繼續解活動啊。但係對於呢個咁樣嘅係網上呢個不實嘅報導咧，我哋會保留呢個追究責任嘅。係乜嘢追究責任啊？法律追究責任。法律追究責任啊！即係而家去到咧嗰種地步咧，我哋呢一節咧要叫霸氣燒烤事件咯。佢嗰種係直情去到咧。唔係話已經討論佢對與錯，或者係咪咩什麼霸路啊？即係民生做錯嘢係點啊？而係嗰種而家啲學生，尤其是以呢啲國內學生為首，佢去到係唔講道理到一樣嘢咧，因為佢有錢啊嘛，佢話兇你咪兇你咯。佢嗰種直情佢發出嚟嗰啲對答話咩保留法律權利呢啲，全部係啲有錢人口吻嚟噶。即係你同啲有錢人傾偈，你行過，譬如我而家我同你影張相，後面攝到個有錢佬嘅，跟住有錢佬走埋，嗱、啊、你唔好登出嚟啊！你登出嚟嘅話咧，一間人哋唔知喎，我同你搞基啊咁樣，咁我會揾律師告你嘅。即係我當打個比喻吹水啊！佢咪用啲咁嘅態度嚟同你講咯，係咪？佢叫做話，喂，我講唔夠你嘅時候，咪話俾你知我有錢，我有錢就係道理啊！即係已經係浮到咁樣啦、啊、個情況。你諗下，所以其實你話而家喂大陸經濟唔好啦，澳門經濟唔好啦，其實咧。是的而且確對民生很大影響，但是其實嚟緊咧係有機會咧係會因為錢或者係呢啲國情嘅關係咧係擊退咗呢一班咁嘅人嘅喎。嗱，你又即係講開又講，即係你會睇到其實嗰個文化咧，佢大陸嘅嗰個文化咧點樣咧？佢係好即係好對抗式，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輸打贏要嘅。即係你好似好簡單一樣嘢，你成日睇譬如話你大陸嗰啲喂。
可能你要個女人咁樣，你抄牌嗰、那個、那個交通警咁樣去抄你牌，然後好俾發票。喂，你明明你係唔啱咗先，你打翻人打翻個差人轉頭嘅喎，即係你估係咁樣嘅喎，即係你就明明自己係唔啱嘅啦，你都要係點樣啊？你都係還咗拖還咗拖先嘅。你唔係你其實為咗咩？你又唔係話係攞彩，亦都係你唔會話你唔係話將你將你呢件事係。搞得好嘅，唔係話係，唔係話係，你唔係求情嘅，而係話係人哋係揸翻個原則執法嘅，你係用一個對抗甚至係反抗嘅方式去做的。如果我哋僆仔時候發生啲咁嘅事，你會點樣出嚟回應？即係你話暴龍係嘛？係啊，譬如人哋咁話你啊，話你啊，你呢個王 Sir， 你呢個團體跟住喺度咁樣暴龍咁，你要出嚟回應，你會點回應？我嗱，如果我去做嘅話，首先第一樣，我有乜理由唔用得啊？系咪？系咪先？你我又有納税嘅，屋企人有納税嘅，而喺呢度又係公共咁樣去使用嘅。呢、這個你又唔係話大家係俾你唔係俾錢用嘅。啱啊！點解你會咁回應？因為你是澳門人啊。係啊，呢、這個咪就係個回應嘅問題咯。咁而第二種，如果你對住心高或者對住我呢啲，淨係點啊？哦，唔好意思，為大家帶來不便。誒、哎，唔好意思啦，係啦，我哋會作出檢討噶啦。係事件我哋不作回應啦，完。咪我哋第二種嘅回應方式咯，但起碼你嗰種感覺咧，你都未去到係嗰種係財大氣粗，跟住係咩？即係最多係喂，我怕麻煩，我怕買你怕同你道歉，跟住你嗰種就叫做嗱，我當我同你講下個使用權啦，大家都有份啦，點點點點點。佢哋而家嗰種係直情係唔係同你講呢啲噶啦？講到話咩網上不實言論，點解佢會咁樣講咧？佢最正就係而家啲小朋友做嘢咧，你嗱你要財大氣粗兇人嘅。你咪直情真係出封律師信咪乜嘢咯？你又講得呢句説話，你又唔講下文，但係問題咧，佢哋揾人上網就此地無銀啦。我哋唔係學生會嘅人，不過咧，我哋都睇唔過眼，我哋要出聲。咁呢度已經覺得有啲得意啦，係咪啊？你唔學生會人，你又點解要出聲咧？咁我另外第二，我哋有以下嘅照片提供證明咧，我哋嗰日咧係有執垃圾。我哋雖然霸咗路，但係咧我哋都係乜嘅。是不是好似你无人啊？跟住人哋一出嚟一问，你唔系学生会嘅人，你哋唔系咁点影人哋执垃圾咧？系咪啊？点解仲要影完执垃圾而家出嚟帮人澄清咧？系咪啊？你不如索性，如果你系要做呢啲事，你咪索性咯。嗱，我哋系嗰个学生会嘅点点点，我哋嗱，我哋嗰日可能系有啲嘢做错，我哋同你道歉，但系我哋就唔系你哋讲到咁冇公德心嘅，我哋都执垃圾，咁我哋都系有拍照。你有照片證明我哋係有做嘅乜乜，你咪淨大方啲出嚟回應咯。你要回應，即係一樣嘢啊嘛。好似頭先你講少咗啦。喂，我哋細個由細到大，我哋嗰啲做嘢方式係點啊？錯要認啊嘛，打要企定啊嘛。錯你唔認唔緊要啦，打梗要企定嚟打噶啦，而唔係我而家兇你，我有錢噶，我揾律師告你，跟住我閃埋一邊，跟住再揾個第三者出嚟啊。你同人嘈交，你梗係自己企出嚟同人嘈噶啦，係嘛？你點會自己縮埋一邊？跟住再揾個第三者出嚟，用我嘅名義去同你嘈交。嗱，其實即係呢樣嘢，其實我呢樣嘢咧，你唔其實唔分大陸，你唔分澳門啊。其實而家嘅嗰種處理方式同我以前唔同，即係而家嘅即係我即係唔敢講話後生仔啊。即係而家你周圍比我係年輕嗰啲咧，佢對於一個咁樣嘅係一個係責任啊嗰啲咁樣嘅嘢咧，佢係一種比較消極逃避責任，好簡單。用一個好簡普典型例子就話，我巴士你光咁樣出嚟，即係你以往譬如話僆仔我哋做錯嘢咁樣認衰你俾人打咁樣耷低頭咁樣，都喂真係你衰喎，而家唔係嘅喎，即係你要去揾，即係你係揾另一樣嘢去為你個嗰樣嘢開脱，係而唔係話你去承擔嗰個責任嘅喎，揾個機會俾你。去涉位，你去話去話喂，係可能係咁噶啦，而家點啊？唔得咩咁樣？又或者係話喂，我又或者係哭係帶翻你轉頭，係變咗就係話一個問題會係模糊咗一個焦點咯。佢冇錯，佢即係總之嗰種就係、是、我係好反叛。但我又不會跟你正面吵的，那我又要玩陰濕，即是那種感覺呢，給我的現在的感覺就是、
做人你要理直氣壯，但你又不敢站出來，又不敢正直，跟住呢又不敢去睇返件事去講道理，總之你又要贏，又要自己啱，但係自己又唔敢企出嚟，即係好矛盾嘅。我唔知點解而家啲小朋友個價值觀會變成咁樣，以前冇可能會咁樣噶嘛。我覺得其實你話呢樣嘢咧，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你同嗰個網絡個文化其實好有關係咧。以往譬如話我哋即係澳門街咁樣，你咁細，喂，我出街去玩行出街。即係街坊街里，你都認得出，喂，呢個邊個仔？呢個邊個？邊個個女？我而家唔係，而家唔係喎。即係當然，而家人又多，大家都同我去話，喂，哎，你上網，你要一個另外個身份，你要參與一啲嘢。喂，但係啲上網嘅身份嘅，你又唔敢，即係你喺現實身份生活入邊，你又唔敢又好似上網嗰陣時候咁，即係我哋講話咁勇武、咁敢去表態去做一啲嘢啦。變成是一個即係好似一個雙重人格咁樣嘅。以往我拎仔出嚟，喂，呢個邊個個仔？打交咁樣，個個都認得佢啲攜仔嚟嘅。即係你行出街，除非你匿埋屋企啫，但行出街你就要係面對呢一樣嘢啦。而家就唔係喎，即係好似揾隱藏個身份，即係你話，即係你要微信、Facebook 咩都好咁樣，可能就係話我哋嗰個可能長大啊，個人格個成長其實係唔同嘅。咁同個世代嘅成長、那個性格會唔同啦，成長嗰種因素啊，都會唔同啊，令到即係處事方法咧，都好大嘅唔同喺度。係，咁啊，可能即係點講啊？感慨咯，就係、是、可能我同你咧，我哋都係老啦。第一，我哋老啊已經。第二咧，我哋老咧係唔知年紀啊，唔知年齡啊，係我哋個思想、我哋嘅思維咧，同埋我哋嘅方式咧，我哋都係唔夠先進啊。即係同新一代比咧，喺佢哋眼中咧，我哋呢啲叫咩咧？老而不係啊！即係你去講咁多做乜啫？係嘛？佢咩啫？咩啫？喂！我哋以前嗰啲，如果我哋講得嗰句，我要你負法律責任。我講得呢句説話嘅時候，就係話俾你知，聽日我已經準備律師信嚟俾你㗎啦。我係唔會係嗰種哦，我淨係兇你㗎咋？喂！呢啲係唔好兇㗎。老實講，你出封律師信，你嗰幾千蚊嗱，如果你有心，起碼攞幾千蚊出嚟出封律師信嘅。咁你先好講呢句説話，而唔係嗰種咧，乜嘢都話，喂，我會保留呢個法律嘅追究權利，喐下就話我保留法律追究權利。咁啊嗱，我哋一間咧，即係叫做話啦，諗住開頭諗住錄一節啦，一間咧錄多少少，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講一講啊，因為上個禮拜咧，呢一集咧我哋會今個禮拜出街噶啦，直接就唔會做罐頭嘅，就有即係你同阿森哥有講過澳門經濟有幾差啦。咁呢個咧就其實聽完咧有好多人有好大迴響啦，咁啊即係叫做話，哎好喎、啊，其實呢集好聽喎、啊，或者喂係咪真係講到咁差？咁一間咧我哋嗰節翻嚟咧就講多少少澳門有幾差，同埋講多少少實質嘅嘢好冇？好，下節翻嚟。又翻嚟澳門街啦！嗱，今集咧有我黃 Sir 喺度啦，同埋呢個燒烤渣顧喺度啦。係啦，咁啊，頭先咧我哋第一節講啲燒烤問題啦，咁第二節咧本來就冇嘅呢一節，咁啊不過咧都要臨時拉夫要加多節，就係點解咧？事緣咧阿黃 Sir 同埋阿森哥咧上個星期做嗰集咧，即係澳門啊，究竟有幾差咧？其實咧就個迴響都幾大嘅，有好多聽眾都有啲。有啲俾翻意見我哋，喂，真係聽到你哋嗰、那個即係講之後咧，話原來實際上好似比想象中情況更加嚴重。係，因為咧其實呢樣嘢咧，
即係咁講啦，尤其是我哋有啲國內聽眾咧，就話喂，微信從來睇唔到呢啲嘢。點解呢？係啱嘅，因為你微信朋友圈又好，你去嗰啲什麼百度啊、百度知道嗰啲咧，佢只會講咩澳門十大美食啊、澳門二十個你唔可以唔去嘅地方啊、澳門有邊五個細節你唔可以遺忘咧，係會呢啲嘅啫嘛，係會只係將幾繁榮幾好啊，跟住嘅嘢帶俾你，佢唔會同你講實質情況啊。咁你話睇到香港嘅傳媒，甚至乎香港嘅節目網台講。或者是電台講，他們都呢會講得沒那麼深入，為什麼呢？因為很簡單，他們不是澳門人來的，他們都不是說即叫做日日在澳門生活，真正發生了解發生什麼事。那你說澳門，譬如你說普通你看看澳門的報紙啊那些呢，也都未必要拿到太多 很實際的情況，因為呢、有一些很民生和很直接的感覺呢，報紙啊那些是不會講出來的。那你而你說電視台更加啦，你不同說香港那些電視台或者怎樣會有些即評論或什麼，因為通常電視台而家成日都話啦，打開哇為什麼成日都播佛偈啊，是不是成日都是播一些完全你不明白的東西的喎、啊啊、所以呢我們這一節回來呢即直接、加回一些講一講。其實澳門呢好像、上次都有講、不是有很多鋪、即那些賭場後面那些鋪頭執笠的、啊啊、其實這件事呢現在是去到的情況呢，譬如講緊星際海旋門那些、酒店、啊、賭場後面呢那一辣呢，其實之前是有很多那些當鋪啊，當鋪啊，賣手機啊，賣手機啊，仲有賣啲深溶海味啊，係啦。咁其實呢、都好情況問題好大嘅，即係因為譬如之前咁，佢有好多譬如佢賣啲深溶海味呢，佢好興呢即場啊，可能燉個補品俾你食一定點啦，咁一個補品呢可能其實呢佢收你呢都成千蚊喎，兩三千蚊添喎。嗱，講緊譬如即係啲賭客好興啊，飲過嗰啲咁嘅大補湯咧、一個啲乜嘢啲湯咁啊，入面又話有隻鴿，跟住有即係乳鴿嗰啲鴿啊，燉鴿，跟住又唔知道有啊啲各式名貴藥材啦咁樣，一個咧喐下咧，好似你話齋一千蚊嗰啲咧係叫中價嘅，佢貴價嗰啲咧係三四千蚊個噶，咁跟住咧即係包心刺肚乜都有噶啦。咁啊，入面啲料我諗其實貴嘅，就最多都500蚊、600蚊嘅啫。咁啊，當然係賣幾倍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其實好多刷卡啦，上次你都有講過啦。咁跟住咧，加埋咧，其實咧仲係有好多咧，係嗰啲咧，你哋會諗唔到嘅。點解會呢啲嘢喺澳門可以賣到咁好價啦？例如啲乜嘢咧？啲相機啊，即係譬如嗰啲咧，講緊啲人好中意玩攝影咧，咪買部機，買徕卡嗰啲，係啊，買支長鏡，買個配腳架嗰啲嘅，咁咪有好多買呢啲攝影器材嘅鋪頭咯。咁佢買嘅價咧，其實唔平啊，亦都比起譬如你話香港好多賣相機啊，或者點旺角嗰啲咧，係貴一截嘅。但係咧，因為佢始終近賭場，以前啲人咧好興咧就係攞嚟澳門咧就地就買埋啦。跟住另外買電腦都係啦，譬如買嗰啲iLooks 啦，即係嗰啲notebook 是蘋果那些，跟住是、另外呢是賣很多這樣相關的電器的東西，其實攝影機啊那些啊，其實是很好賣的。其次呢，譬如啲人喂、有錢的當然是買 LOW 啦，買卡地亞啦，是不是？但如果我沒什麼錢，澳門很興這個牌子，但香港啊其他呢就都會有，但就賣不到那麼起價的。有沒有聽過這牌子叫山道士？是超 low 的、即是个样同 low 是有九成似的、亦都是有成隻是金色又有金纹润那些。咁当然啦 ,low 一隻咁可能佢是买成起码都可能买10-18买一隻。咁佢嗰啲呢佢咪平啲囉，咪可能7-8千又有甚至乎有啲平价嘅可能几千蚊有一隻。咁但呢啲标呢出面系买唔到先，但澳门呢倒返转啦，好多呢啲呢叫做话奢侈品下一級，佢又唔係翻版，不過佢又未去到最高端嘅奢侈品，又扮到個 feel 好奢侈品嘅咧，又好賣嘅喎、哦。即係正如澳門你都諗唔到，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咁，你開間鋪頭，譬如你話喺新口岸嗰啲之前嚇、啊，有好多機咧，其實啲手機咧，你出去賣咧係賣唔到錢嘅，喺嗰啲地方咧都竟然賣到價噶，咩華為手機啊？唔係啊，其實仲好睇到咧，譬如話啲稍為舊款少少，譬如話你我哋而家睇翻啦，就係、是。譬如話佢，譬如舊年講啦 ，i6 啦，但係佢
新海岸那邊呢還有些人賣一大堆的 I5 出來的，是那些你會看到呢它凍了出來其實真的有 真的有人賣的，而且還要在那些地方可能它會賣個殼給你換下去，又說黃金又什麼又什麼，一個殼成萬元的都拿林照買，而那個殼呢你很清楚呢可能呢你在外面實質地買呢可能是6000元，上圖仔就3000，嗯嗯，即其實啲人咧都會照買嘅，但係而家咧呢啲鋪頭咧受嘅打擊就好嚴重啦。講緊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嗰啲咩燉湯、燉成嗰啲已經執咗好多啦，甚至乎之前咧有啲係生意好到咧，係將譬如一啲食肆，譬如做茶餐廳嗰啲咧，直情係執咗，跟住咧個業主將間鋪斬兩間，嗯，斬開兩間咁樣，跟住一左又租出嚟啦。咁更甚者咧，好似我所講咧，其實有好多二線嗰啲牌子咧，即可能嗰啲品牌其實唔係咁出名，但可能都係啲外國品牌，係啲袋啊同埋衫啊，嗯，即譬如好似係個款係抄到。好似咁讲啦，譬如真嘅有隻 polo， 咁你另外咧好似地图咁样，你地图袋咧都有分真假噶嘛，佢，嗯，有隻其实又唔系话假嘅，都系第二个国家出嘅地图袋，都系正版，不过个款都系地图嚟嘅。咁呢啲嘅叫副牌嘢咧，其实咧就好好生意嘅。咁而家咧完全唔掂，咁跟住再扫埋落去咧，赌厅咧好似即系臨時任金啦，加呢一節就係因為呢一兩日又開始傳出話出面有啲賭廳咧係會嚟緊，亦都係恐慌性咁結業啦。嗱，其實我順便提一提咧，其實咧即係點解啲外圍嘅人你覺得澳門唔係咁差？因為睇到你喺澳門嘅主流報紙咧，係佢淨係講話賭收低迷啦，但係其實你睇澳門嘅報紙咧，從來冇一個報紙佢會講邊間廳會係結業嘅喎。係，但係咧我哋譬如話你係喺微信又好 ，Facebook 又好啊，嗰啲消息咧。即係我哋而家講路邊消息啦，反而就會好準確咁講佢話邊間廳執咗，甚至係話有啲係嗰啲廳佢會貼，即係嗰啲公告話要結業嗰啲相咧，你會係睇到噶啦。但係主流報紙咧，即係由澳門倒收而家跌咗，我哋講跌咗成年幾以嚟啦，你係睇唔到任何一啲譬如話關於嘅一啲嘅實際上嘅一啲嘅譬如話係譬如失業嘅數嘅人數嘅數字，因為啲結業嘅失業嘅數字啦，甚至話聽嘅呢啲咁數量，你都睇唔到嘅，所以一直嚟噶睇，我哋睇到，你睇到係大圍嘅數字，但係實際上我喂有啲嘅，譬如話一啲好具體嘅，譬如話某啲嘅集團嘅廳，喂佢可能係執政係一兩間，原本係好多間執政一兩間嘅呢啲咁樣嘅數字，你喺報紙度係睇唔到嘅。係。咁啊，但系咧，我哋實質咧好多嘢咧，我哋自己喺度生活緊，一定會知啦。咁例如即係以前啦，你話買即係買賣二手車嚟計，你好難咧會見到啲法拉利咧係會平價賣出嚟嘅，因為法拉利老實講玩得，你話玩得法拉利，玩得林寶，玩得呢啲咩嗰個咩啊？麥拿倫，你玩得呢啲超跑嘅人咧，佢根本就唔會係在意嗰部車賣出嚟嘅二手嘅價錢嘅，佢買咧佢就冇諗過放嘅。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有好多咧呢啲即係高級奢侈品呢啲叫做話超跑咧，而家都係陸續市場係有放出嚟，而且個價咧就以前譬如你就算二手快你放出嚟咧，都唔會話特別低嘅。咁而家咧竟然咧係可以放到，竟然話見到啊有200萬樓下嘅法拉利啊，跟住會係有啲好平嘅什麼嗰啲賓利房車啊，即係會係譬如Rolls Royce 咁樣，以前咧叫做話真係好即係唔多人會放呢啲啊嘛。咁而家咧就加上而家你唔使講啦，執咗咁多廳七人車啦，通街都係啦，好多人放啦。咁而家咧直情係船都有喎。嗱，好似而家我手頭上啱啦，今日有個即係賭廳嗰邊嗰啲高層，咁啊放隻遊艇出嚟，隻遊艇咧佢話原價1.5億嘅，咁而家半價7500，咁啊賣完咧，跟住另外仲有封大禮事咁樣。以前邊人放遊艇噶，係咪啊？即係好少咯，更甚者，琴日你都見到我哋有個朋友都係即係同啲賭場相關嘅，佢話有個老細啊嘛，有隻滑泥船都放出嚟啦，大佬滑泥船嗰啲，即係你呢啲以往喂冇人放呢啲嘢噶嘛。我首先第一樣嘢，佢買部滑泥船出嚟做咩啊？填海啊！我真係唔知道，你嗰啲回應唔正，有人回應先正，問佢可唔可以變形啊？回應。你问他是不是填海，你都是问得正即是现在那个实质情况呢，不是你们一般所想象咁普通的，是真的差的。更甚者呢，其实现在呢我普遍啲澳门的市民有时傾开呢，好像今天同啲嗰啲出面小本经营啲铺头嗰啲阿姨嗰啲傾开呢，即是嗰啲文具店嗰啲，佢哋都话呢睇个势呢会差过沙士嚟㗎。
咁呢個浪冚埋嚟其實唔細啊，一啲都唔細啊。因為而家其實講緊咧，好似之前話啲賭廳捲款嗰啲事件咧，嚟緊會更加多爆煲出嚟。嗱，喺澳門呢個地方一定噶啦。你話喂啲賭廳唔正規啊，又話好多啲賭廳係又話黑社會操控，有乜又乜？你哋淨係講曬佢唔好嘅嘢，相對。他們都是實質是提供很高的即是博彩的收入，還有呢是養活了很多博彩業做事的人的，是的而且確。因為你一個賭廳，譬如說先不要說公關、啊、帳房、啊、marketing、啊、對客、啊、你入面斟茶遞水的姐姐、啊、司機、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產業鏈的。一個賭廳集團呢，如果它是大型那些呢，是可以養活幾千人。咁一個細細地嘅賭廳集團咧，其實佢身邊咧係拉埋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即係例如早排咁有個賭廳即係叫做話唔算太大啦嘅賭廳集團咧，其實已經係我哋業內都知啦。嚟緊咧，佢可能下個月或者點咧，佢會全線結業。全線結業嘅意思係點啊？佢兩個賭廳會執啦，跟住佢擁有嘅一家嘅食肆會執埋啦，佢。另外有兩間旅行社亦都會執埋啦，跟住再加埋咧，佢本身佢哋除咗話旅行社同埋食肆咧，佢哋係即係亦都係可能有其他嘅相關嘅生意嘅嗰個公司嗰啲咧，都會全線咁結業。咁呢個全線結業呢四個字咧，背後孭住咧，其實可能講緊咧係成千人嘅營嗰個勞動嗰個數字嚟嘅喎。所以其實嗰個影響咧大嘅意思就係嚟緊咧可能會係衝埋嚟有一個好大嘅浪咧，會有一個大嘅失業潮。咁而呢個失業潮咧，係開放賭權以嚟，甚至乎比沙士時候更加勁。因為最恐怖而家咧，澳門嘅情況就係將你捧到好高好高，然後卜一聲唔得啦，一帶落嚟咧，佢係講緊咧係將你捧到好高嘅八幾層樓咁樣搭翻落嚟，十幾二十層樓，嗰、那個搭嘅幅度咧會係比起香港或者其他嘅地區咧係更加高，同埋嗰個浪係大家擋唔住嘅。因為其實而家咧就係都喺度講緊嗰個係一個潛在嘅風險咧，都唔知係一個係嗰個係財嗰、那個係失業潮啦、嗯。你因為你係嗰、那個你樓市嗰度咧，其實係同呢個就業度咧息息相關。因為點？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你嘅一個咁樣嘅係由你澳門個樓市，其實你自從其實係由兩年前都係比較靜，一路喺度谷緊啲樓價咧。咁、嗯、但係個成交率其實係舊年咧，其實一直都其實都冇話去高翻嘅。咁但係即係大圍嘅嗰個市都會係成日好觀望幾時會係升翻啦。但係你即係你經過一輪嘅我年中今次嘅年中一兩次嘅。嗰、那個咁樣嘅係股災啦，再加上而家嘅嗰個成個個係一個咁樣嘅係倒收下跌啦，喂，會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喂，因為呢即係呢扎我哋呢扎樓市其實好嗰、那個樓市嗰、那個樓價其實好多都係話係由市旺嗰時候一扎係可能係話係從事一啲係貴賓廳啊，或者係你係嗰時係你突然間好有錢嘅。你去撐起咗嗰個咁嘅價格，而其實一大扎其實係你話係澳門嘅嗰啲市民啊百姓咁樣，喂，喺一個係相應推高咗樓價時候，嗰時又向買咗樓，係冇錯。你呢、這個當呢、這個譬如話你一啲嘅，譬如話呢啲嘅比較原本比較有錢嗰啲，佢可能係話喂斷供啊咁等等情況，引起一個咁樣嘅係負資產嘅時候，喂成個骨牌效應咧，其實一個澳門一個好大嘅一個負資產一個現象，死得㗎跳樓㗎呢啲會好大喎。呢、這個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咧而家個澳門譬如話其實好多嘅。一啲嘅，你真係要我講社會現象咁樣，喂，好多嘅雙職家庭，佢其實都係從事一個咁樣嘅博彩業，喂，冇錯，真係兩個一齊咁樣係失業嘅話，喂，你真係嗌佢跳樓嘅喎。係，因為而家咧嗰個情況咧係差到，譬如可能我識得一啲咧，可能之前佢哋係嗰個叫做話搭馬咪有馬糧嘅、嗯，即係叫做嗰、那個佣金啊，佢哋嘅佣金咧可能一個月咧係可能揾到咧八九十萬，甚至乎過一百萬。而家咧係跌到咧個佣金啊，係跌到係點啊？開工不足啊嘛，不足到個地步咧，係十萬都冇啊！即係你諗下嗱，即係噗一聲，可能實際你有一班操作緊嘅人，佢嘅收入已經係跌到得翻十分一，甚至乎佢可能仲係不停喺度追討緊一啲嘅欠債嘅時候，根本喺呢個環境，只不過係
啲人可能呢幾個月佢仲係熬緊老本，食緊一啲之前賺落嘅錢，而嗰個疲弊同埋嗰個分裂，即係嗰個裂痕咧，係出現咗，不過未去到係噗一聲裂到你死啫。但係咧，呢一個浪冚埋嚟咧，絕對唔係話咁少什麼什麼坊間嗰啲同你講話哦。睇下過多兩個月啦，會唔會有其他嘅國家政策改變定點啊？會令到起色回心。你唔好諗呢啲，唔關國唔國家政策，唔關嗰啲咩什麼出入境啊，咩拎住個護照啊，五日六日，唔關呢啲事噶啦，已經唔關呢啲事噶啦。個情況就係叫做話咧，大家而家係接受緊一個實際現實嘅衝擊。個現實衝擊就話俾你知，唔掂噶啦。之前嗰套係唔得，亦都係有好多嘢咧係見咗底。根本就係咁講咧，係可能係呢個現象其實連環爆破。所謂嗰啲連環爆破咧，其中嘅嘢就係因為某程度上可能嗰件事其實已經見到底。問題係見底嘅情況之下，係慢慢地見底，定係噥一聲就六沉？而家我哋嗰個出現嘅情況係噥一聲六沉啊！而呢個浪咧，如果你對於好多譬如話係九十後啦，對於一啲後生仔女，可能連佢而家可能先廿一二歲。做緊裝潢，佢唔會明白的，因為佢哋係冇經歷過嗰一個叫做話大起大落嘅周期，佢哋嗰陣時仲細個，佢哋係 B B 啊，咁變咗佢哋唔清楚咧嗰、那個即係嗰種叫做話喂呢、這個天地人之常情，就係、是、一個大浪競爭冚埋嚟嘅時候咧，嗰種恐怖嘅情況。有冇可能個物價跌到好似我哋細個咁，去飲杯奶茶五蚊六蚊？食個沙灘豬扒飯十二蚊十一蚊係冇可能嘅，但係問題有會唔會係物價唔會話大跌，但係問題會唔會話倒翻轉你嘅收入會係大跌咧？會跌到個地步，可能你冇份工係唔奇嘅。上次你哋咧出個節目係有講及開始喂賭場會有呢個炒人嘅情況出現噶咯喎，咁樣。在出面是沒有其他的媒體，包括沒有香港，是沒有人會是去講這件事的。但是實質地接下來賭廳這樣搞法，市面上最少會湧現超過三千至四千人是從事賭廳相關這個產業鏈而沒有工作的人。而這班人呢 很大問題的，有很多呢可能他做了賭廳做了已經十年八年或者一個更加長的時間，他整個人的生活模式、他的知識、他的圈子、他的範疇、他的專業、他的所有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在賭廳行業裡面。那而面對這個浪出回來，你叫他去做回71呢，做回麥當勞呢，去出來做跟車送貨，你覺得做不做到呢？即是做回正常的工作，做不到的。你一個賭廳的，例如你之前你賺開三四萬元一個月，現在出來面對現實賺回份工作一萬元，他會是接受不到的。我身邊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認識的朋友是怎樣，譬如那些女生做公關的，沒了個廳執笠，跟著我拿之前我做公關剩下的錢，有兩三個朋友一起夾粉咯，開間店，我們可能在香港、在淘寶、在韓國入些貨回來賣。跟著呢第一個月生意很好啊，為什麼啊？我所有做賭場的朋友都來捧我場嘛。第二個月我的生意額是我第一個月的一半，第三個月是我第二個月的一半，去到第四五個月我就會發覺我盤生意很難去維生，連個租我都分分鐘給不到。這個就是現實，這個就是現在發生的現實。所以呢在現在呢你會見到呢倒回轉很多人、沒事做，我就出來搞些生意咯，我出來賣下東西啦，我出嚟去乜嘢啦？我去淘寶幫人做代購啦，我飛去韓國，飛去台灣入貨翻嚟澳門買啦。如果個生意係經濟係好嘅時候，你係賭場蓬勃嘅時候，你做呢啲全部都有所謂。但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你做呢啲，正如我所講，頭一二三個月你嗌曬朋友嚟幫襯，一定冇問題。但係之後到你面對翻呢個實際澳門嗰、那個市場的大勢，同埋面對翻澳門實質地嗰個消費個意欲，個意欲，因為你嗰個，如果你個成個嗰個經濟你不景氣，喂，大家都會審慎咁樣去使錢，冇錯。咁你呢、這個嗰、那個經濟活動咪會少咗咯？係，
嗱，直接咁講啦，好似之前你話環境好嘅，你話好似我哋出去食餐飯咁樣，二三千蚊一餐，有咩問題啊？咪照俾咪照俾，冇問題噶。我成一個月碌卡都幾萬蚊噶啦，起碼。咁好似最近咁樣，你話經濟唔好，會唔會減少飲食飯應酬嗰啲？當然會啦。你話好似話我而家咁樣，我都唔會話動輒咁樣出去食餐飯，跟住食三四千啊咁樣，我而家唔會噶啦。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爽噶啦，因為倒翻轉，第一的而且確面對緊嘅經濟真係唔好。第二，你呢個環境，你會覺得一樣嘢啊嘛。我出嚟應酬，我出嚟飲茶，以前係為咗睇做更加多嘅商機。我點解要請啲人食好嘢？點解要送好嘢俾人？點解要買呢個面子？因為佢之後有好嘢益我啊嘛。而家個情況就會發覺根本個市道。去到就已經不是人賣人物關係的時候，而是就算賣人物關係都好，實際地你都根本是沒有那些客或者沒有那些收入，甚至乎你自己親眼見住很多客他們的資金是怎樣 被人鎖住啊，他是直情是可以是去到即是恐怖之處就是噗一聲，今天是譬如他你知道他實力很好很有錢的，他可以真的聽日話冧就冧的，他世事的為什麼澳門 會跌得那麼厲害呢？因為澳門去做過班人的對象，他們就是那些隨時今天還是高高地在那天，明天噗噗聲跌下來就打到落地下的嘛，他直接不是中間飄下浮下，他沒有飄浮的那個情況呢。我看呢 好像你台灣那些人之前經常說台灣喂都沒有什麼大的行業，又沒有什麼什麼產業啊，都是不會賺到大錢的啦，只是可以剛剛夠吃什麼什麼，但起碼人家不會撲死的嘛。澳門那種呢就是最慘的，它由一個小的地區小的叫做說鄉下地方啦，噗一聲你給了一個超越大城市 的收益，還有那下崩大了那個平台，現在你洗開了洗大了收不回了，你很多出面的租其實現在已經是實質地會倒，因為之前的業主他不減給你，他覺得沒所謂的，我就轉頭有第二個啦，譬如好似你澳門咁，好啊，唔租俾你巨基，咪租俾莎莎咯。莎莎唔要，我咪租俾勞力士咯。勞力士唔要，我又再租佢乜嘢咯？我梗會有人要嗰啲大鋪係咪啊？梗有國際品牌啊！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好多做當鋪嘅人都話緊俾你知啊嘛，可以話係喂唔掂喎，我賣貴價品，兩日都發唔到市喎，三日發唔到市喎，係的而且確出現呢啲問題啊嘛。即係唔同話以前啊嘛，係直情成個情況係變咗，大家要去面對啊，去睇啊，去面對啊，而唔係仲喺度諗緊啊，好似食花生咁樣咧。喂，係啦，個個都話差，我又喺度坐喺度睇下先，唔係坐喺度睇下先噶啦。我有好多啲即係譬如話識啲朋友係做嗰啲，唔好話賭廳啦，中場大牌嘅，佢哋都開始又話已經檢討緊，譬如話有啲大牌公司。高層已經講到明，全部動身，即係唔會加人工噶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就係乜嘢啊？佢有好多係啲 headcount 噶嘛，即係譬如你係部門主管，我話俾你知，譬如你而家你有四十個 headcount， 你可以請四十個人。譬如你而家有三十五個，你仲有五個 headcount， 你有三十八個人，仲有兩個 headcount， 咁你可以係因應嗰個人手嘅調配嗰啲噶嘛。而家好多咧就係咧個 headcount 你 cut 到係零噶啦，即係譬如我三十五個人係零 headcount， 三十個人係零 headcount。他根本就已經去到那種維持下去求求其其棄住，總之人工又好乜都好先減到最低棄了這段時間，那種情況是還比之前起銀行的時候更加保守的。你記得銀行起了很久，因為銀行那時起那麼久的原因就是因為那時候的環境 未鮮明嘛，那時候2008-2009的時候是的，即是不明朗的嘛。但而家個情況，我諗將會係比嗰陣時係更加低迷，甚至乎咧，我哋呢啲即係叫做話老屎忽咧，我哋睇法咧，可能會差過沙士。咁呢個時候即係都係咁講啦，做人嘅嘢識得放，一定要識得收。你經歷過好嘅環境，食好嘢，用靚嘢，揸靚車，去旅行嘅時間，亦都要識得收咯。但係而家我覺得啲人嗰個收嘅意識是沒有的，你覺不覺得呢？因為你其實即係你對於譬如話稍微可能我哋嗰個成長，可能都係話喂，我哋係出社會嘅時候就啱啱就係
就是遇到那個是經濟蓬勃的日子，因為我們都是可能是說是一個窮的澳門那裡長大的，嗯，那裡我們都知道原本但是打回原形那陣時候是怎樣，但是譬如說對於現在譬如比稍微我們細一個世代 的人來說，喂，他成長於他又成長於個很發達的那個時間，即是你即是好像我們之前講過，喂，他洗慣了洗慣了洗大了，你嗌他你嗌他又食開食開雞髀飯轉回去就咁食食個雞胸肉的話，你佢好好大的落差喺度嘅。喂，真係佢係未即係佢未遇過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就係話，喂，等於對於佢哋嚟講係，我哋可能就話對於我嚟講就係打回原形，但係對於佢哋嚟講係話跌落谷底咯。明白，因為我識得有些譬如女仔咧，佢嗰陣時連大學都不讀，廿歲出嚟做公關，跟住佢經歷過最好的時間，跟住咧佢揾開個個月做公關揾開30,000元嘅，咁而家即係有些事發生緊，佢哋未，佢哋之前只會煩就係、是、我應該點跳槽，應該由呢個廳跳去大啲嘅廳，或者係應唔應該我自己有用角色方法啦，同啲客或者同啲搭馬打交道，我自己去搭埋啲客嘅馬，點樣由30,000元可能跳槽，跟住可以升主任揾到哦變35,000-40,000，或者自己出嚟做揾100,000-80,000。咁而家咧，佢哋面對噗一聲咧，個冚埋嚟咧，唔係俾你選擇去揾工啊，而係噗一聲話俾你知，你可能你聽日翻到公司就有張面報話俾你知，一個星期公司會倒閉。甚至乎有些是恐怖到可能你今天他沒有通知你的，今天如常營業，明天回到去你才知道，咦，公司為何不見了，不奇怪的。因為你要知道呢，澳門的賭廳呢並不是全部都是澳門人開的，這是大家有常識的，有很多老闆都是可能國內或者是即講穿了是背後的一些很多的老闆嘛，而那些老闆可以說倒就倒的嘛，而不會說是還是喂、跟你講人情啦，跟住慢慢商議啦，共度時間啦。嗰啲咧就係開頭底下頂唔到，跟住咧，譬如唔掂啦，出唔到商糧啊，我出唔到份佣金啊嘅時候，但係個廳仍要營運住落去，去同你講嘅説話嚟嘅。但係再落到去下一重咧，直接就唔係同你商議好唔好大家共度時間噶啦，而係話俾你知公司要結業噶啦。喺生意市道唔好嘅時候，伙計對於公司嚟講係咩啫 ？Low body 嚟噶，嗯，係嘛？但問題而家啲青少年啊，或者係後生仔、新一代嗰啲小朋友，佢哋睇係睇自己嘅眼光望出去，自己好重要，跟住覺得呢個賭業係靠自己嚟到去承接起成個賭業噶嘛。但係事實上，承接起成個賭業嘅係賭客同埋資金鏈，而唔係員工。呢個係嗰個心態上大家唔明嘅問題。你有冇啲咩補充啊？我冇乜，不過就係、是、都係睇翻啦。嗱，咁其實係今日咧睇報紙咧、嗯，政府佢自己都有個預測嘅。佢因為預測就話，即係而家呢一輪嘅嗰個係市道低迷，佢預計咧喺澳門個失業率咧會上升到1% 嘅。係，咁即係你話澳門你話而家50,000人，咁其實都係同頭先講嘅數字差唔多噶啦。起碼都5,000-6,000人嘅失股係可能會進入個新大軍。我所講嘅唔好意思，我就係講關於賭廳嘅啫。嗯，係一定會嚟緊會有起碼多4,000人，3,000-4,000一定走唔甩噶啦。因為其實你好簡單嘅就係、是、一個大嘅賭廳集團係養緊可能幾千人、嗯、一啲中型嘅細，好似我所講，佢一執連埋賭廳、連埋旅行社、連埋食肆、連埋佢嘅周邊嘅可能佢一啲咩廣告公司係點樣一執。嗰啲周邊一執嘅話，就拉咗好多人。同埋連埋一個嘅消費嘅鏈噶嘛。係啊，即係嗰下其實係好恐怖噶。咁都係嗰句啦。聽到澳門咁差，咁我唔係希望一啲譬如話香港或者係一啲其他國家嘅朋友會覺得開心幸災樂禍。什麼澳門係、哎、有幾多風流，幾多折墮，唔係希望你會有呢啲感覺，而係只不過實實地話俾你知。咁而第二，如果係澳門人，澳門聽眾的都是那句啦，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因為的而且確呢，現在我身邊也出現了一些情況呢，是什麼呢？他可能他是年紀不小，他做開一些賭廳的管理層職位，甚至乎他已經可能在個賭廳的管理上可能做了3-4年，他現在失業了，失業出來
佢第一佢喺賭廳度，佢已經揾唔翻入去做翻個散仔，啲人會笑你啊嘛。喂，唔係啊，咩哥咩姐，你過嚟叫我俾翻個公關，俾翻個司機你做，有冇可能啊？邊請得起啊？起啊，大哥，冇玩我啦、嗯！全世界都講呢啲嘢嘅，嗰啲人係好難揾翻工做啊。第二，出面啲賭廳主任，你去揾，喂，啲經理，你話過嚟見經理啊？唉，我哋唔炒人都偷笑啦，大哥點樣可以俾到你咩啊？咁樣哦，咁你做細嗰啲咧，嗰啲都冇請人噶啦。跟住再講多兩講，唉，其實我哋公司而家都唔知點搞啊，有幾條數點，唉，你都知啦，乜嗱，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啊。咁而呢堆人出到嚟，亦都係政府係冇諗過，我有冇啲措施去幫呢班人，或者係點樣去，即係去睇下個情況點啊？點樣成冇噶？完全是冇呢個嘅防火牆，亦都係冇呢一個危機意識噶。因為你要睇到一樣嘢，即係我哋成日講話係就業嗰、那個係就業率好足夠，冇嗰、那個職位空缺非常之少。呢因為你因為而且仲係話我哋需要係更多嘅勞動力，但係問題你話當我哋失去一扎高收入的勞動力的時候，喂，低收入的勞動力，我一早已經是被外勞填滿了。你出來的時候，喂，大佬，我自己做過 中小企，我已經請開一個是四五千元 的外勞這樣，喂，我還怎樣，真老實說，我就怎樣再請得起你個本地人呢？而且老實說，喂，真的，可能我找一個，我做那個是茶餐廳的，我是找一個是三十岁嘅侍应好使好用，喂大佬，你四五十岁，我比较之下，你个竞争力会低咗咯。冇错。咁啊，澳门咧经济有几差呢样嘢咧，可能吓、啊、之后我哋即系都会尽快又再同大家讲一讲啦。咁呢啲绝对唔系好消息嚟嘅，即系唔系开心事。咁就即系希望大家唔好用一种幸灾乐祸嘅心态，亦都好希望唔好再加强嗰个什么即系。國內和澳門、啊、或者是香港和澳門那種叫做仇敵心態，尤其是香港和澳門呢兩個地方的人去互相仇敵呢，很沒意思的。國內很多時候他看不起澳門人香港人是正常，因為他們之前的感覺都是很、就是、自我膨脹得很厲害，大家的文化完全不同，但是香港澳門呢大家的文化是比較接近的。其實真的呢大家尤其是香港和澳門，我覺得是不應該是有那種太過排斥的心態咯，係啊，咁我亦都唔係咁中意嗰種有啲咩就我係澳門人點點點，跟住我係香港人點點點，因為你咁樣嘅時候，你同嗰啲我們找歌怎麼樣啊嗰啲有咩分別啊？唔係你同嗰啲我哋祖國乜祖國乜嗰啲飛機鞋友出齊嗰啲有咩分別啊？係咪啊？咁啊今個禮拜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係啦，都已經 over 咗好多啦。係啦，唔緊要啦，呢啲大家都會聽嘅，係嘛？咁啊，有啲乜嘢我哋就下次再翻嚟同聽眾講啦，好嘛？好，同聽眾講拜拜啦，拜拜。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见24673088。